那么西方居住环境呢，那就殊胜。他的居住的房子可以在地面，可以在空中，随心所欲，趁机行事，行是讲居住房舍的大小，色是讲颜色。这个称也可以说房舍跟颜色能够调配得非常如何，这是称。第二个意思呢，称自己的心，真的叫是称心如意呀。色彩的变化也是随自己意思。想什么样的形状，这个房子就变成什么样的形状。想什么样的光彩，它就放什么样的光彩。房子都会放光啊，这是众宝所成啊。而且这个房子可以在空中飞行。所以到极乐世界到哪里去旅游，不要坐飞机，你房子会飞呀，而且速度非常快，我们现在的飞机没办法跟它相比呀。所以它的房屋可以飞行。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富贵人家家家有车，这很普遍，家家有飞机还很难的，到极乐世界是人人都有啊，不是家家有，人人都有。你说多自在。